Em hài lòng với kết quả hiện tại team mình đạt được. Thì tụi em đã có một nửa chiếc vé đi vào vòng trong rồi. Thì tụi em đang khá cảm thấy khá ổn và tâm lý khá đang thoải mái để chuẩn bị tiếp cho lượt về. Nếu mà tụi em nghĩ có thể làm tốt hơn ở trận với T1, nếu mà tụi em quyết định và bình tĩnh hơn, xử lý kỹ năng ok hơn thì có thể kết quả nó sẽ khả quan hơn và trận đấu nó hấp dẫn hơn. Thì đầu tiên là em rất, rất vui vì được lần đầu tiên ra thế giới và được gặp đội tuyển mạnh nhất của giải đấu và một tượng đài của Liên minh huyền thoại là Faker. Thì mục tiêu của Buffalo là mang lối chơi của Vset đến với thế giới và để mọi người trên thế giới nhớ in sâu cái lối chơi này. 因为 Froggy 打到现在，他没有出过狐狸，而且我看他的韩服的账号，他在 rank 的过程中也基本没有用过狐狸这个英雄。看 T1 会不会去尝试把狐狸放出来？好，还是办了。那这样的话，猴子这个点直接抢掉吧，因为这个英雄的话，如果给到 T1，确实能做的事情太多了。哦，卡牌牌。Froggy 想要避开中路对线，想要尽可能的去支援边线，这也是一个思路，而 Faker 直接锁塞拉斯。这个讲道理，这把 Froggy 对线会很难受卡牌打塞拉斯，主要是前三级的线一定要处理好，尤其是三级那波慢推线吧。看一下 T1 Honor，反正每一次都一定会亮一下豹女的。但我感觉这把还是不太可能选出来，这猴子得拿。赛猴。左边 SGB 没有抢猴子的情况下，应该也能预料到，这猴子是拿不到的。那就要看西贡水牛他的打野怎么去配了。其实无非感觉盲僧扶男叶枪哥这啊。把我感觉出皎月也不太好，出男枪的话也有点被动，说实话。只有这几个选项，男枪、佛爷哥。我觉得还是佛爷哥好点。那这样的话，要不要考虑把格温拿一下？但是如果拿格温，那宙斯这边可能会出船长。盲出阿卡丽吗？不太好吧？直接出格温吧。对啊，出，哦呦，T1 这边这个进量的也好快。是。但是如果说这楼的位置不帮宙斯拿船长的话，你上路等会宙斯，哦呦，这宙斯他选更凶的。啊，贾克斯，哇！但说实话，如果两支队伍的实力相近的话，我不是特别看好贾克斯打格温啊。虽然他是一个 counter 位，但但是是说实话，这个贾克斯 counter 左边三个人。对，就是这把，首先就是我感觉就队名上是占优的，还有就是其实 T1 之前也是拿过贾克斯这样的英雄去，做一个上就是保上半区去打嘛。那这样的话，下路很有可能就是拿这种EZ 啊，或者现在半掉的塞纳，或者包括 Jhin 这样的英雄，主打一个上半区的节奏了。主要这时候贾克斯拿出来，左边这三个人都不太奈何得了他，他反击风暴能躲太多东西了。下路反正现在确实 MSI 来到目前为止啊，后这个基本上下路的构筑都是会放到后面的，卡玛也半掉。你这样考虑下路下半区，我说实话，古玛 Uzi 这把也可以考虑像卡莎这样的角色。看 SGB 怎么考虑吧，这时候卡玛办完了，意思就是不想让你下路出一些类似于，像 EZ 卡玛这种可能强对线的组合。EZ 西贡半水掉，牛，EZ 半掉。卡莉丝塔吗？哇，直接不会，哎，有没有种卡莉丝塔加肾的说法？这个是 RNG 的理解啊，但是就是，是你如果拿卡莉丝塔加肾的话，其实上半区的保障就更舒服了。但说实话，西贡水牛这个艾希确实是打这个卡莉丝塔的老 counter 了，就直接锁了。哇，下路直接亮剑，艾希可以。打卡莉丝塔这个确实是老 counter 了，但这个英雄的话，现在在这个版本里面会面临一个就是输出端上确实有点不够的一个问题。对，而且贾斯如果够肥的话，左边完全处理不了。是这的，个阵容，艾希布隆，来自弗雷尔卓德的问候。这个算是 S6 时期的老搭档了。那会儿，当时明宁组合下路就特别喜欢用这个。这手辅助拿什么？感觉整体的阵容 T1 还是一个冲阵的体系啊，这个是没什么说法。啊？
兰博吗？锁了，这个难道是个辅？这个、辅助的辅助兰博在 LCK 这个赛季我印象中是没有出现的，但是我记得是在二零年的夏季赛中，我印象中有过辅助兰博，但是这也是非常非常罕见的选择。对，感觉辅助兰博比那个之前 LCK 比较常见的那个辅助比较用出有套出来过那个辅助皇子还要少见。是的，就辅助兰博真的非常非常少见。我印象中当时好像是这个韩华拿出来的，还是哪个队伍拿出来的，确实有点久远了。但这个东西出现确实是在 LCK 出现过的，而且他如果是打艾希加布隆的这个组合的话，兰博确实技能很难被布隆给挡到。而且双 C 无位移的情况下，兰博这个大招限制艾希和卡牌的输出还是挺明显的。对，但毕竟这是个辅助兰博，就辅助兰博他的经济很难很高，对吧？但是如果说他一直打架，然后能够拿到人头跟助攻的话，那就两说了。反正这个版本有一个补经济的好方法，就是这个寻宝猎人。那倒是。啊。反正 T1 确实在这把比赛又亮出了新东西啊。嗯。来看一下吧，今天 A 组的最后一场比赛啊，兰博这边进化加疾跑啊，有理解了这兄弟。下路双进化啊，确实有理解了。这确实是因为艾希加布隆就是靠的控制吃饭的，这两个进化掏出来之后，感觉二 v 二确实好像 SGB 拿他们没什么办法。但这波一级你该入还是得入啊，一级的强势还是在这的。带彗星的兰博，宙斯直接进来。这边 Honor 在的啊， Hasmid 这里可能想放一个眼。哦哟，找 Honor 出来，直接把骸骨给打掉了。那这样的话，感觉 Honor 要溜了。Honor 应该想的是，我如果说你下路要进我野区，我就换你的蓝。但是你既然格木要来看，那我就溜。也很懂。这边冰姐回家换了个扫描出来，直接把这个眼一排。还是挺好奇下路这个对线的，可以观察一下。疾跑兰博，而且古玛 Uzi 他身上这个毛一直留着，他没有这个就给出去。carry 啊，这一级，反正带圣物之盾出来学个E。这个复习应该点的是启迪系。这上来被E到了，这样这个线就被宙斯拿到了，这线卷。而且宙斯这是个多兰剑出门的一个武器大师。Froggy 中路秒抽一张黄牌， Faker 一级学的是 E 技能啊。Q Froggy 这个线得慢慢推。不然的话，一旦被 Faker 卡到塔前的话，其实就这个对局就很难受了。但是这波 Faker 是硬上来用血量去接这个线。Faker 想打的应该是三级那波回推线那一套。对，但这波其实卡牌他把线处理的不错的。这波线两个近战兵结束了之后，卡牌会是三级，然后打塞拉斯二级。这样塞拉斯就没有办法说我卡这波线，然后打三级的那一波了。但下路确实、这个鱼叉挺疼的，讲道理。配合彗星。是。又一个穿刺之矛穿到。这下路本来想的是艾希 counter 卡利斯塔的，结果现在被兰博 counter 了。是的，反倒线上有点不好打。说实话，兰博辅助这种选择我排位的时候有玩，但这英雄主要是跟平时排位不一样啊，确实比赛当中比较难拿经济。说实话，真的 2v2 的话得叫兄弟，是纯 2v2 打不过。他给现在已经要到提顿去挡一个鱼叉的地步了。Kalia 直接在下路控着黄温，然后不断用鱼叉做消耗，左边也没什么办法。福耶根还往上走的，
哎，这卡牌，哦呦，这波得抽张黄牌，抽张黄牌，然后往后走，兄弟来了，啊、这样的话，哎呦，闪现过来，哇，这 W 闪换了一个闪现，这样强势想拿上上河蟹、Honor 这边是三级，三打四，但问题是中路 Froggy 得先得出来啊，但是后来想了想，算了，这个河道蟹被赶上去了，哎，这下路对线被压麻了呀，又是一个鱼叉。这焦灼加彗星，一个鱼叉小一百的血量啊，没什么办法，主要确实没见过这个对线对起来，哦呦，这边被乔鲁拉到，反手给张黄牌，征服者打满，将 Froggy 回身再 A 两下，但这波线的话是能送过去，再给一张万能牌抽到了，但是这个血线 Froggy 蛮危险的，己方打野的位置还很远啊，直接贴到脸上。二轮也没有着急出手，嗯，这个、但是走位躲开了一个 Q 技能，这样换血的话，下一套 Froggy 会很危险，得叫人反蹲了。对，这不行就保一下，直接推过来吧，贴到脸上，这波稍微有点危险，赶紧能往后拉开。这波冰 J 很懂，冰 J 这波不来的话，其实 Froggy 会很危险，而且 Honor 也很懂，就两边打野看中路的血量，都知道中路这个时候一定是需要打野的时候。但是 Carryo 更懂啊，直接是他来到中路了。又是来自辅助位给到的一点点压力，这波卡牌是把线处理进去啊，问题不大，回去了。这波 carry 啊，就是啊，哎呦，开起跑了，这 Froggy 开起跑了， Froggy 是有闪的，闪现躲 ，OK， 把这个电风扇躲掉，反手冰姐这边 W 捏住，然后中间有两个塔，直接挤了过来，冰姐感觉伤害不太够。而且后面还有 carry 啊的一个原货，而且冰剑这波是没闪的，冰剑上头了，而且他惩戒没用出来，他这波惩戒一下大鸟感觉也可以回口血，其实有点着急，就是说下路的这个信息啊又是被 carry 给游起来了，法穿鞋了，他回家法穿鞋了，是的，哎，有没有种可能就是他的启迪系有点未来市场，这个确实不太清楚，得看看他有没有小符文、他小兵，他带了小兵驱使器啊，是的，他带了小兵驱使器的话是点不了未来市场的，下路这一波送了个线进去，但是这波 Honor 来感觉这俩兄弟要出事啊、但是反身是啊、都有进化，有点急了呀，这有进化的这两兄弟，古玛 Uzi 被打出了被动之后，但都不用交这个进化，这是真没办法。这波又是兰博又收获了一个头，贝克这里有一技能过墙，问题不大，后来要卡台的大招。兰博的等级有点高啊。哎，就说实话，这样玩下去，远古资源团的时候，兰博的声音可太大了。其实主要是节奏上，现在这个 SGB 这个节奏上依然还是慢一拍，主要是下路的线权的原因导致。你看，现在又是两边的辅助都到中路之后，然后现在是下路的线权保中路先推，然后中路推完了之后，然后中路先动。然后现在 Faker 有一个卡牌的大招，他又可以去找人去飞，然后飞不到的话就再回到中路线上，就这个打法确实Faker 就直接把大招用了，开个大招看一看对方的人都在哪、上路这波有机会吗？ Honor 手里是捏着大招的， Hazmat 应该要想换、Hazmat 这波是想换的，但是这波 Honor 有大呀，哎 ，Froggy 也来了，我、换掉了。Honor 这波大招感觉捏的有点死 ，Honor 还捏着一个二段大招，而且 Honor 这波、没有 ，Honor 大招已经结束了，应该要死了。Froggy 这波飞的很关键，哎，这波，哎，交闪进草有针眼，反手再给一张黄牌 ，Faker 到场，那这样的话是一波一换一，Honor 自己的闪现也交出来了，这能让他跑掉？没伤害的主要是再做一波反野啊。Carry 也不敢造次，还有这边的经验条有多少啊？感觉应该也快六级了。这波打下来，其实 SGB 挺舒服的。
主要你上路上路这一波猴子交大，然后打了波一换一 ，Hazmat 这波处理的非常漂亮。嗯，而且这波 Honor 进来第一波大招交完，但是等到他交第二个大招的时候，武器已经倒了。是，这波卡牌没闪的，这个地方万能牌是没好吗？他被卡了个视野，他被那边卡了个视野，然后 Honor 这边。奥特这边卡了个视野，然后利用这个扫描跟针眼吧，屏蔽了两边的视野之后，然后闪现脱离了一波。嗯，按理说刚才应该是万能牌的 CD 是有的。那兰博上六之后不一样了呀，这个辐射范围变广了很多啊。现在卡牌有点难受，卡牌这边闪现还没有转好啊，是吧？出去就很危险。这波下路应该给信息了，下路、嗯、下路这一波直接在塔下疯狂的爆，是啊，这让 Froggy 小心一点。但是现在 T1 打明眸，就是我直接往先锋运动，你就问 SGB 跟不跟啊、？SGB 我觉得这一波感觉这个先锋你想跟也跟不了。猴子甚至现在都没有着急动，可以他刷一轮再来动。兰博这边发电机做出来了。直接往先锋的位置走， T8 是把先锋的视野已经铺满了。弗雷哥来到上半区，这上半区真敢打吗？兰博已经 miss 很久了。保 Hazmat 把这波线推了，推完了之后可以考虑看看先锋，但是依然还是因为右边辅助动得更快。这波其实 SGB 如果真的要动先锋的话会出事。嗯，感觉动不了啊。马游戏也在往上半区靠了，中路再抢一波线、T1 可以去吃这个先锋了。就拖着呗，现在这样的情况就是两边都在尽可能的想办法拖慢对方的节奏。嗯，这样先锋拿的时间会很晚。Hazmat 这波是有点燃的，嗯，但是宙斯一直不交易，他还没动手。下次回家，身上有 TP 的，猴子应该还在先锋的位置，应该开打了吧？对，猴子这波是要动了。这波只要武器大师踢出来、哎、更新那波装备，这样的话 SGB 是没办法接的，包括兰博也往上动了、嗯、双多兰剑的贾尔斯，感觉凯尔现在手有点痒，这个上六之后大招还没有交过。嗯，只能说 SGB 这段时间防得很好，就他们也没有做很多太冒失的举动吧，但这一波接下来呢来了焦阿子大招做一个 combo， 这边一剑射过来一个猴子，猴子被黄牌定住、但是左边伤害不够啊，还可以，这波其实没有打出闪来、哎、但是这一波瞎杠这个位置有点太激进了呀，被 on 的两段，哎，这个二段一还拉了进来，还被打了一个菠萝的被动，但是这边有闪，哦呦，最后一下拔毛把 Froggy 给拔死了。这波前面三 v 三，说实话真的守住了，但是后面 AD 走来的那个位置出问题了呀。嗯，而且我刚发现啊，这边空白 UC 的毛是插在了猴子的身上。是啊，他下路对线就一直没有插毛。哦呦，啊，哇，奥纳把兵 J 拉扯了呀，结果闪现上来 Q，、哎、想拔毛一下。是的，空白 UC 也着急啊。这个闪现，那这样的话看 Froggy 出来有没有机会飞，但距离好像不太够，他给出来想要帮忙留人，一张黄牌收下来，那叫 Honor 的话，这个大人头应该是要打了 Taki 一个闪现，最后大人头给 Hazmat 拿到，这个人头给格温拿到很舒服啊。嗯，二杠一了，身上的经济应该差不多，峡谷已经可以做了，在那边贾克斯这波线补完回家神分也应该有了，左边这阵容就得格温飞，这波的话两个技能的 combo 啊给他是不错的，先把弗雷哥的技能逼走。其实这波 SGB 没有掉闪我觉得已经打得相当不错了，对吧？然后嗯，就右边也交俩大招，但是这一波下杠真的有点太那个了，有点太年轻了，没有把那猴子放在眼里。这波 Honor 杀了个回马枪之后，然后结果导致到为了救下杠 Froggy 死了啊，偷到的卡牌的大招过来直接被一剑晕住， Faker 的话直接贴到脸上，这边兰博大招封走位再加一个伤害给到
手感完全逃不掉，没办法。兰博大招面对就艾希在面对兰博大招的情况下，没什么反制办法。嗯，来了，上路捡起来，这里肥哥提刀就过来了。大招斩下来之后，宙斯交了一个闪现，身上还有点燃的效果，反击炮再给神凡可以再回一口，这给敲死了。宙斯这波要完成一 v 二了吗 ？W 再敲350块到手，哇，武器大师啊！他出了神秘咒，而且最重要的是冰姐刚刚那个 W 没中。武器大师刚刚走位躲了三段R的一半的伤害，然后同时走位再躲了冰姐的一个 W， 而且他出了神分，他一边打那一边回。啊，这波塞尔斯拉到卡牌就要死了，兰博已经过来了，卡牌身上的闪现不交吗？交闪了，只能说好在 carry 啊，这波没有大，有的话这个卡牌应该是一个必死的局面了。是的，但这一波打完之后 SGB 很伤啊，嗯，变现有点要扛不住了，主要还是武器大师这手选的有点好，他这个位置一旦肥起来，左边这个上中野真的有点没办法处理这个英雄。嗯，那这波一边二打完之后，后续再想抓这个贾克斯，感觉就是两个人过来有点打不过，然后三个人过来贾克斯也能跑。其实刚两个人怎么说呢，拉扯好点是有机会打过的，但是被宙斯操作了，真没办法。但是就这波打完嘛，你再过来就有点难了。是的，一会儿武器破败了的话，那真的两个人不够看。嗯，再看一下这波吧，做一下走位。二段三段大，他往上拉了一下，宗师之威扛一段，交闪拉开，然后疯狂走位躲 W， 等到反击风暴好了之后，然后疯狂 A， 然后利用一个 W 加上神分，然后再而且他致命节奏也刷叠满了。嗯，这个 W 配合致命节奏的距离太远了，不知不觉又将近7000块的差距了。嗯，现在开始压上半区的视野了，提完。嗯，哎呦，这一个鱼叉直接打掉了接近200的血线。我有，而且姑妈 UC 过来 Q 一，直接一套把香港的半血带走了，而且反身的大招被进化解了之后，姑妈 UC 进去配合 Carrier 的伤害是直接把寒冰带走。嗯，这里贾斯也直接骑到了格文脸上，再敲一棒子。二塔也没了，上路这边的话，这座防御塔再拆，贾斯感觉破败就很近了，猴子过墙也很安全。贾斯手里800多块钱啊，贾克斯现在起码得三个人来搞他，你看这个视野完全扑不出去。但是说实话，贾克斯接下来如果真的要跑的话，你出来搞他，他如果一心想走，你也不好留他。他只要有反击风暴，你只能说贾克斯在就出完在出第三件装备之前吧，打团还是就稍微脆一点。你真的再往后走的话，连团战端都没有什么机会了。目前7000的经济差，我感觉左边还是得等格温，得尽可能让格温再发育一下。嗯，说实话格温这把的发育也不差吧，就看这个装备其实跟贾克斯差不了太多。卡牌再开大，飞过来抽了一张牌，猴子永双定了一下，这边直接大招拉回来，猴子反手就是开两段大招给下来之后，兰博大招也扑下来，但兰博这个大招比较一般啊，猴子这里能走吗？ Owner 一丝血最终还是被处理掉，但格温这个位置也很尴尬，技能全交代的情况下没有立场的保护，再捡上一个兰博啊，BNJ 这边吃了一个兰博的魂，再往后拉开，这波的话还是 SGB 很着急的开启团战，但是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嗯，三换二，其实这个结果我觉得对于 SGB 来说也还能接受，因为后面 Hasma 的过来，他那套伤害也是帮助队友换了一些人头回来。对，而且尤其是因为现在艾希在死的话，其实艾希也不怎么值钱了，就是说。嗯，而且格温是拿了两个头啊，这波应该。对，主要是太想熬硬猴子了，猴子他们没注意，就没注意猴子是被那个精灵球的。啊。
确实这个毛插给猴子这件事儿，你很难，就是说你得下意识的去记它，你不记它的话，你很容易忽略了它，对吧？有的时候还得反应一下。对，而且这波其实兰博的大头被格温吃到了，我是觉得这一波其实 SGB 是可以接受的。对，格温的装备能加速一点。二前锋卡着这个19分钟左右的时间点，主要现在艾希这个英雄会很尴尬，这英雄本来拿出来是纯想打线的，结果在 BB 上被设计了之后，现在这个英雄就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伤害太低了，然后大招呢又容易被进化给解掉，然后再加上还有个精灵球，就精灵球加双进化，等于你能开的位置就只有两个人。只能说好在 T1 这把龙魂的节奏不是很快吧， SGB 还是有一点点发育的时间的，但接下来大龙刷新的情况下，上面距这个视野压力啊，艾希不断的得用意境去看，确实视野压力大，现在得找一个机会看看能不能趁 T1 拿龙的时候把视野这个往上半部扑出去，起码保证大龙视野能扑一轮。嗯，而我感觉现在贾克斯也不用很急吧，他也不用去正面去参这个团战，尽量的还是把边线的兵线多往里推一推。贾克斯单线是无敌的现在。对，这先锋直接招，甚至这一头感觉都撞不出来啊，直接撞到了碎到了塔上，那就是要上高地了。而 Faker 的话也在中路的兵线上路，格温还没有回来，格温不在正面，高地要掉的呀。我怎么感觉 Hasmat 的，他是想让这路高地了，他想路让这路高地，他觉得就哪怕有我在，感觉这一路高地也很难守，索性多换一个带悬赏点的塔吧。但现在问题就是下路被破之后，大龙压力就太大了，需要不断的有人去处理下路的超级兵。又来了，开捡，又要来这种富贵险中求吗？哎，这波卡牌开了一个大招找塞拉斯，是固步迷阵，这里打龙速度还可以，哎，但是布隆消失的这个方向，其实多少会给到一点讯息。有远见，卡利萨有远见，菲可开大了，看到了。这天眼一开 ，Hasmat 已经没蓝了，这波真的要打到底的话会出事啊 ！SGB 兰博大刀撒下来，小刚直接开治疗了，宙斯一个电风扇下来，直接晕到打野，打野倒了 ，Hasmat 没有蓝闪上去，感觉也要被追死，人龙双空，零换四了，要一波了，是的，这波直接是 Faker 踢到了中路啊，下路兵线是足够的，左边仅剩一个布隆的情况下 ，Faker 这里还是把下路兵线运进来。没办法，这种招式只能用一次。对，拼一波，只能说装备确实差了一些。如果能再快一点点，这个龙确实是有一点机会了。贾克斯再交一个 T 来到正面，保住兵线，仅剩一个布龙存在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去阻挡对方的进攻。那这样的话，让我们恭喜 T1 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拿下了胜利，依然是保持连胜。是，恭喜 T1 6-0。也完成了 A 组的全胜出线的一个成就啊！希望水牛三这一局落败之后，但是接下来没有关系，他们也依然会出现在对抗赛的六强争夺战中啊！这个接下来的双循环的一个比赛，希望水牛依然还有很多的一个大展拳脚的余地。但不得不说 ，T1 今天展现出来的这个就是 BP 池的一个深度啊，这个确实是，感觉他们在春季赛吧能连胜下来，感觉他们的这个跟这个储备的战术的多样性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确实，这是辅助兰博，的确没想到。对，因为主要。